龙仔，起来呀、啊！嘿，龙仔，起来呀、啊，起来呀、啊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呦，那哇，你个这样醉啦吼！哦，龙仔，龙仔，嘿，嘿，紧回去啊！行李啊，咱昏倒啊！龙仔，啊，行李昏倒？嘿呀、啊，我去。医生讲小敏脑震荡啦，所以才一落眠床，头壳晕，搁想要吐。哎，最近吼，拢袂使去学白叮当哦。对啊啦，啊香蜜的头去弄着，大爷甲秀官拢袂甲我讲为虾米，啊香蜜嘛讲是家己无说哩。龙仔啊，到底发生虾米代志啊？哎呦，人你讲好听，某是大丈夫啦哈，拍某是猪狗夫啦。你也唔想看卖呢哈？恁行李哦，是阮透早做个透暗，一只脚都袂舒服嘞。你真正就是起脚动手脚跑，你真正就是地脚不如啦你。阿母啊，龙龙仔无拍某啦。哼，迄阿喵啊吼，才甲我讲讲，看到龙仔哦，透早啉烧酒醉，安尼倒伫咧庙门口啦。哎，你敢知影？迄查甫人若是一啉酒落去吼，是啥物袂记得了了啦？迄敢会袂输换一个人同款嘞？你感觉安尼来知影？你若知伊袂拍某，啊？我咧讲哦，伊袂拍某，啊！即马行李头壳伤，滚出来！你看啊，即马着你啦！我咧讲哦，你即马老实甲我讲哦，哈！迄丫头三招有声名啦，你若是讲袂错，都叫你讲卡啦！阿妈，你唔敢讲话，你若是唔敢讲话，就代表你心虚啦！阿母，你敢讲两句啊啦？哎呀！什么？你点讲两句？我即马是要退行李啊吼，唔得啦！哎呦，你阿先做一日甲我花咧哈，啊串拄我，若不是去拄到咧碰宝底命的啦，啊若无，若参像这款啦，一日好话哦，差你只牛屎顶啦！屎什么屎啊？你嘴唔只屎，你都臭的，世界臭啦！行李，你清醒啦？啊，即马感觉安怎？你清醒啊！哎呦，你这么清醒哦，上来多。来来来，你讲你讲，你头壳伤哦，是啥物人甲你拍？伊甲你拍对不对？哎呀，你别惊啦，你有啥物委屈哦？你做你一摆拢甲讲讲出来。阿瑞啊，好，你做主，你讲。我真正不是挑工的啦，我唔知影哪会变到安尼，我袂阁饮酒啊，饮酒唔好，袂阁饮啊，好不？你有听到无？有听到无啦？迄查甫人就是安尼啦，若饮酒哦，就是哦五大事啦，酒若饮落就变一个人啦。正讲的吼，行李啊头壳着伤是一派啦。好啊，你即摆在遐查智慧道哦，要害人阿某冤家咩？行李，是我唔对啦。歹势啦，我甲你认错，你莫生气，好不？阿妹，春桃，你拢误会啦。龙仔无动手甲我拍，是阮两个阿婆冤家的时阵，我无说你跋倒去弄着嘛。哎呦，啊你甲这时阵还过来安抚伊哦，吼，你真是怣查某呢。阿妹也甲你讲。我吃过的盐哦，比你吃过的饭较济啦。迄查甫人哦，若是哦动手拍某一摆，就两摆，两摆就三摆，后摆哦，伊若动不动看你不顺眼哦，唔是干呐拍尔呢，佫拖起拍一顿啊，点心佫拍一顿啊，宵夜，到时看你安怎。我讲哦，若是款代志，你现在是袂当原谅伊，你一定要予一个架势啊。好啊啦，你莫只讲成五四三趟就无拍某，足奇怪呢。
是你嘴要凸起来啦，叫我规句啊，今下我倒来饮茶，我哪里会饮啥茶？你走，哪有？我当哦，你啊，迄阿瑞啊哦，真正，我当哦，我较早食过盐，盐，我知啦，你盐就真重啦，小心哦，你败心啦，这个败心，什么过来？我来，哎，杨碧啊，我来讲啦。阿咪，你捌倒会枵未？我去灶骹煮饭互你食，好无？刚才，我是感觉讲，咱阿母若是要继续行落去，我要讲好清楚。我知影，这几年你伫感觉我对你无够好。我做啥事会心烦，你心肝内是不是一直都不爽快？我的小三会心烦，迄时有一暗，我梦到心烦伊甲我讲，伊足寒的，我看伊真痛苦，毋才想讲小三予伊，予伊伫遐日子较好过。你是好朋友、好兄弟。人都已经离开啊，敢讲你要一直甲一个过去的人计较？敢讲你看伊日子过得无好，你也袂替伊烦恼？我知影，这件代志我唔对的所在，我若是较早甲你讲，我包容心软，你也袂误会。无啦，虾米？甲你无关系啦，是我唔对啦，是我捌长个无够宽，什么代志拢爱计较，是我唔对，你莫想遮济啦。那安尼，咱阿母，敢要继续做？当然爱啊。既然安尼，咱阿母都爱讲心，以后我什么代志拢甲你讲，你嘛同款。我问你，你即马阁有啥物代志是我毋知影？咱拄则毋是讲好好啊？你若伫咧外口阁有欠钱，你爱坦白甲我讲，因为咱是一家伙啊，所有代志都爱做伙面对、做伙分担。就算讲你即马毋讲，我则慢慢先知影。我是惊你知影了后，你会怪我啦。我无得开怪你，啊！不过你即马若讲出来，我一定原谅你。假使讲你要继续对我讲白话，就表示咱阿母无好继续行落去啊。刚才你也无希望我所有代志对你有温暖，还是甲你欺骗啊，对不？我当然希望你啥物代志拢甲我讲，我会当替你分担呐。安尼你嘛是啊，所以你即马就甲所有代志做一个讲给我听。你是不是又去交警？无啦，我无搁去啊啦，以后嘛袂搁报啊啦。虾米啊？其实外口的叫嚣，我赢了啊。你赢了啊？你钱是对倒位来的？迄毋是小数目呢？而且你搁车祸受伤遮久啊？迄是车祸进程啦。啊，就有一天我去学校。看到公款放伫桌顶，我就……你偷摕学校公款？你放心啦，即摆无人知影是我摕啊。这敢是重点？无人发现，你拢凊彩摕，迄是学校的钱呢。你提早唔行，敢讲个校长替你担这个责任，还是讲个校长家己提钱出来贴？唔是这个意思啦，我唔是超工要校长替我担这条啦。我知我唔对啊，我刚才想讲先周转一下，等过一阵仔有钱我就行啊。何良仔，你是一个查甫人。做代志都应该公平正大，尤其你阁是一个老师，若是学生看到安尼无用，看到是安怎？阁再讲，你是我的瓦口，是这个家的瓦口。你即马做这种袂记性的代志，以后我是要瓦口啥？这个家是要瓦口啥？你先好就失望啊！你知影无？咪呀，你先倒好啦，你即马身体虚，好啦，你莫生气啦。你阁知影我身体虚？啊，不过
我即摆才知影你是真心的关心我，我其实足欢喜的啦。我骂你，你搁感觉欢喜？安尼就表示你生活内底有我啊！我甘愿你亲像安尼生气、拍我、骂我，嘛较好过你拢无要讲话，一直吞论我，敢若真勉强你甲我过日子。大概你安尼哦，我就感觉你是对我有亏欠，你嫌我人情，我爱毋是这啊，我爱是你的爱，你的心。啊，不过我就是无法度给你啊，良仔，我会当给你一切，就是无办法把我的心交给你。妹妹，你心肝内有我，对不？啊？我已经嫁给你啊，就是你的家后，以后你莫跟我白相，好不？好啦。我知道我唔对啊，过去哦是我心地歹，别人讲几句闲话哦，我就挡袂牢，袂堪住，我会改啦，以后袂安尼，好不？我嘛有唔对的所在，我知影我之前对你的关心甲付出一直无够多，我嘛无好好顾着你的面子，这我拢会改。对今日开始，所有的困难。咱做伙面对，好吗？来呢，讨论公款的代志，咱做伙想办法。好，我听你的。良仔，早餐我已经传好伫个桌顶啊！你甲阿兰若起来了后，爱叫你汤来吃。真久袂去看阿公啊，我去山顶一撮，行李。我就想阿公啊，阿公啊，这是我特别为你做的新衫，你等一下穿好看哦。哎呦，那就遐功夫啦，你都遐无闲嘞，搁咧替阿公做衫。哎呀，有食早起袂？阿未。哎呦，路行一定不多腰，行，甲阿公就要来因食早餐。好，阿公，我想要食你煮的咸菜糜，我就要食啊。安尼上好，阿公今仔日种的菜哦，阿煮你上爱食的咸菜糜。好，你吃哦，勇行。哇！足香的，阿公做的咸菜糜哦，就是赞。来，摊小金吃，来。阿公，来先吃。哦，你吃久唔好吃哦。嗯。来。那有菜汤。阿公。啊哈。你最近身体敢好？目睭敢好？哦，你阿公去甲看目仔，最近啊身体勇行行，目睭偌紧嘞，连你乌脸哦，我都看甲足清楚的。来，紧食。哎，
这菜坛唔通等地后，是阿公调伫老的呢。阿公哦，听阿叔咧讲哦，讲咱这就是无农药才有菜坛，啊这菜坛食了吼，讲对人身体活补哩。阿公调伫老庙哩补的，来。多谢阿公，阿公这么有学问哦。嘿，唔个当然咯，阿公加活你几岁？迄庄仔头，大家拢叫我老神公的。我看到你咧食咸菜饭吼，啊，就想到你囡仔时代，哈、啊，你若咧外口去用欺负啦，啊是受到什么委屈啦，啊骂骂哭就撞回来，啊就甲我叫咧阿公阿公，我要食咸菜饭啦，就来咧甲我塞奶。想到较早你囡仔时代吼，啊想到嘛足古锥个，啊一个大汉了后吼，你就变甲足坚强，不管受什么委屈，啊是啥物欺负。有啥物苦，你拢家己胃腹肚内吞落，唔敢讲出来。啊，阿公是偌希望讲吼，有一天你大汉啦，嘛会倒来厝的，较早个囡仔时代同款，甲阿公唱古道谣咧。阿公阿公，我要吃咸菜糜啦！来。六仔对你好吧？你安尼最近哦，就是安怎呢？目睭挂乌咧，还佫加瘦足济，是六仔有代志，还是秀光个大业来了你操烦？无啦，阿弟阿妹啊，伊拢真乖，六仔对我嘛真好啊。哦，那安尼就好啦。阿公，你已经离家住遮尼久啊，你啥物时阵才要转来？阿免啦！哈，阿公到你这山顶空气好，吼，到了家己人身体外勇惊嘞，你好无看？阿公，无要紧啦，无代志啦，坐咧，做你食做啦，去砸掉啦，要去夹掉啦，嘿啦，无要紧啦，阿都吼，山顶较慢，就湿气较重安尼尔啦。啊，不过我就是烦恼阿公你一个人啊。哎呦，戆孙嘞！阿公都是囡仔，搁对你烦恼，烦恼当是你啦。做人的某吼，换一个这才是真不简单。古早人咧讲吼，阿母爱互相体谅。人讲吼，喙舌甲喙齿上好的应有当时就是家庭嘛，卖讲是翁阿母。一世人要做翁阿母，起起夹夹吼，安尼弯来弯去，这应应会。但是做查某人吼，咱也有够度量的，互相相认一下，莫甲伊计较，安尼就无代志啊。我知影，就参像囡仔人伫咧学行路的时阵同款啊，难免会跌倒，啊，不过跌倒袂要紧，你搁站起来就好。我相信哦，我甲良仔以后的路一定愈行愈顺。安尼就好，安尼想法就好，是吗？来，趁相机食咧吼。阿公是我来面穿新衫给你看，来。看到我，算着，金丝丝，金丝丝，想甲你目睭擘袂开。这真正是算着哦，当然了啊，阿公真正是真的。当然嘛是真的，卢馆长话的物件，哪有可能是假的啊？秋啊，春桃，杨幂，来，杨幂来，你讲你件大事。这个月娘面吼，既然有人要甲求婚啊，搁买吼唱起出来，搁买这条吼这么水的钻石给伊。讲吼，人嘛牺牲人的愿望，牺牲人的理想，啊，为什么命运差这多，拢无人甲我求婚啊？好啊啦，春桃，秋啊，恭喜你！杨幂，你看我安尼哦，为着要追求爱情，来放弃我的梦想，你看我有一天敢会后悔？其实哦，在这世界上，无什么绝对正确选择。你敢来问你家己，这位孙少爷是不是值得咱去做，安尼就好啊。我刚刚知影，
若是我出手皮，如果若是无着我的身躯边，我嘛是感觉袂欢喜。贤美，多谢你的祝福。哎呦，春桃，当初啊会当找到一个这么爱的查甫人，咱该祝福伊才对啊。有啦有啦，我足替伊欢喜的啦。伊会当找到一个遐尼爱伊、遐尼有钱、搁温柔体贴的翁婿，就好呀。啊，不过我哪会啥物拢无？你放心，每一个人哦，拢有属于家己的缘分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你一定能等到属于你的缘分。嗯？等，啊是要等到啥物时阵啊？你看，啊，人拢咧讲吼，面圆的人吼较好运，啊，脚床大的人较贤洗，啊，佫有啦，你看我这人，吼，人讲吼，这叫做吼优才满贯，啊，这个月溜面啊，明明就三个薄板，为甚物会比我佫较好命，无公平？唉，所以就讲吼，查某人就是爱自爱。大苦比即阵吼，无一定是福气。莫等到有一天吼，等你要结婚的时阵啊，阿玲啊，拢无你无法嘞。哦，迄就好笑啊呢，当是手会盘莫提供的。你讲啥？你讲啥？莫，讲啥啦？拢听有啊，不是我甲你讲啦，我是人水度量大哦，你三个歪个起床，我不爱跟你计较。切，是我不爱跟你计较。我牛逼！走啦，贤弟，咱两个哦，讲起食一碗，较免哪有人安尼变成一个大裤袋。贤弟，你有心事哦？对啊，贤弟。咱那看起油头甲面啊，是毋是良才？啊？何老师伊讲安怎啊？毋是啦，毋是啦，甲良才无关系。秋啊，你若是方便，你敢袂当借我一笔钱？你有困难哦？嘛毋是啦，惠蝶，你甲钱借我，我保证一年来我得连本带利还你。我刘斌啊，拜托你啦，你借行米啦。若是你烦恼哦，伊钱行袂出，啊，无我做伊个保证人啦，拜托个啦。我有办法。你来，家哟，拢借伊。秋啊，多谢你，我得赶紧把钱还你。唔免赶紧，等你有钱才还我就行啊！我刘斌啊，啊你是抢银楼哦，哪会这侪珠宝啊？够我靠天干用的，这有一半是卢冠买给我的啦，另外一半是我家己趁钱买的。哎，这玉环足水的呢，哦，足硬脉，我若挂起来哦，伊就白泡泡个幼咪咪，有写我的名呢。你看，不适合你啦。为什么啊？哎呀，试看卖下来呀！哦，小姐，阿你知啊吼？哥再讲吼，这卡是假的啦。哎，你哪只无依无属啊？假的物件嘛，敢藏在内底？我要伫歌厅唱歌。伊到破连常常咧换呢，哪有可能当是真的啊？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对一项是真，对一项是假，今日我给你知影。嗯，来啦，贤弟，食的吼，拢总借你啊。伤济啊啦，而且有一寡是人送你的，啊，万一你的男朋友问你是安怎？查甫人看这珠宝，应该是看袂出来啊。到时我来猜测要几项成的哦，来挂对应的啦。如果伊唔知影啦，来，对啦，有
道理啦。贤美，我知影你绝对袂凊彩甲我借钱，你一定是为着要争取恁一家伙仔幸福，爱好好加油，甲属于你的幸福争取回来，安尼才袂浪费我对你的好意，知无？秋华，多谢你，为你的幸福。恁两个嘛同款咯，嗯，加油，嗯。我无要去做，阿姆哥，我想要跟你讲，以后我会改变我家己，来讲打扮一下，袂阁是你的面子，嘛袂阁害你，互人讲闲话，讲你无歹命。之前我总是认为，查某人若嫁人了后，要来听红婿的，舒舒服服，要来尊重你，听你的主意。结果嘞，却发生这么侪代志。那我是人在讲，兄母娶大富贵，我想我一定有伊的道理。所以我决定啊，从今日开始，你拢来听我的。只要你跟我讲心，我什么拢听你的啊。以后你叫我王东，我绝对袂王西。对，即马开始，咱拢来改变家己，给家己甲对方一个机会，给咱这个家一个机会。就洗好啊！刚才，我是希望咱翁阿婆以后会当好好做人，所以除了改革以外，我希望咱当向校长坦白讨论公款的代志。阿哥，你放心，钱方面我会想办法，就干来勇敢面对错误，安尼才能重新做人啊！我答应你了。你一定要知影，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我都陪你做伙面对。因为翁阿婆爱同心同命，才当做伙活起这个家。哎，老丁，来，进来。多谢多谢。好了，先生，欢迎欢迎，请坐请坐。请坐。好好好好好。我太太，歹势哦，来跟你作多。没啦。我这边感谢你，这么照顾龙仔。拍摄啦，处理无啥，就凊彩食，看你卖见怪。无讲哦，你唔知啦。迄大家若讲到好老师吼，大家拢做新鲜啦，讲伊娶到这么贤惠，搁这么煮食的某啦。尤其哦，你卤的这卤肉吼，迄好老师若讲到。迄嘴落嘴拢流出啊！是大家唔甘嫌啦。太阳，太阳。是讲哦，恁咧发生车祸，嘛半学期无来上课啊咧。啊，作者学生家长哦咧问你呢。啊，你今日特别请我来食这顿，敢讲你准备好要转校教书啊？我。是安尼啦，校长先生，两在是有一件代志，想要麻烦你，啊，不过伫咧学校无方便讲。唔要，那有啥物代志哦，做你讲啦，只要我做会到哦，我一定甲你斗三工啦。多谢。啊，不过，校长，是的啦，
我辜负啊！你对我的期待，我无做到一个老师应该做的本分，请你原谅我啦。敢讲你真是把学生的家长收钱，啊，搁把……是安尼啦，我把学校的公款摕去使用啦。校长，是的啦，我知影我是老师，所做出一个老师不应该做的代志。啊，不过哦，因为这次我比较走投无路，我才引来校乱，怕被校的名声，我才会摕校的公款来周转啦。啊，本底我是打算讲先来借钱，啊，趁大家无发现哦，家己藏倒转去。啊，想袂到，这尼无拄好，我就出车祸，所以才啊，人咧找吼无去的公款，啊嘛问你，啊你啥拢无讲？因为迄个时阵我伫咧病院啊，啊我就无得处理。啊，不过校长，你放心啦，迄钱哦我存着啊，钱拢伫遮，一仙拢无减。啊，你私底下共摕这公款，这毋是借呢，这是偷呢，枉费！我咧警察面头前，搁当刑警保证。讲的无可能是咱学校的人偷摕，绝对是外口的人来偷摕。哼，谁会知？既然是你啊，校长先生，是的啦，良才真正是一时糊涂，伊摕遐钱了后，一直足自责的，偏偏啊，搁拄着车祸，而且偷到这么才害钱。我拜托你啊，给良才一个机会好不好？是啦，我知影我唔对啊，啊为着爱护起这个责任，我会主动辞职。啊，请校长哦，莫去追究啊，好不好？准讲把钱还回来啦，我嘛要把警察解释清楚啊，啊，无要安怎对起林老师保管的责任啦？校长，啊，你不是常常在讲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，啊，我着诚心诚意给你回信的啊，你敢袂当大量有大量，原谅我一摆？啊，错唔对都唔对啊，我即马软心来原谅你。啊！我要安怎倒去教教遐学生来诚实对人？啊，有这个面哦，去面对林老师甲所有的同仁。别，你给我来警察局自首啦！校长，校长，校长先生，我拜托你啦。刚才真正知影唔对啊，我拜托你，搁伊一次机会。啊，若无，无规则人知影讲伊偷摕公款，以后是要哪生活落去？是啦，啊，那遐个面子。你当这时就袂用做这种代志啦。夏伦先生，你讲我拢知影，啊，不过龙才是我红婿啊。伊若真正叫人来去管，阮娘家也无法度继续在这生活。我一人是不要紧，啊，不过大爷、秀官，啊，不过阮的查某囝是要安怎？你安尼讲是无唔对，啊，不过我嘛袂使是非不分啊。伊若遐会晓想吼，都袂行到这步啊啦！阿刘先生，我拜托你啦，拜托你，帮阮全家快一老生老，好不好？我拜托你，先起来啦！太太，你起来啦！我拜托起来啦！好的，我嘛拜托你啦，拜托，看你的行李，跟落来的面子，给我一摆机会。那因为我一时糊涂，毁掉伊的一生啦！我拜托你，拜托，拜托，好就拜托啦，拜托。好啦，好老师。我今日就看吼，恁太太面子挪用公款的代志，我就无搁追究啊。你对今仔日开始，都要改过自新，唔通让恁太太为着你的代志搁咧烦恼啦。多谢啦，多谢，好的，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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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的，无代志啊。代志，佮害你校长跪落，你卡过听无？妹，咱毋是讲好啊，你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。以后你若是卖佮跋，卖佮啉酒，啥物代志我拢会接受。我酒抓啦，我袂佮去啊。我无爱你酒抓，我爱你卡大事得做罚款。
好，我念做给你看。嗯。啊，不过你是去倒位借这么多钱啊？我是甲秋华周转的啦，虽然讲是好朋友，啊，不过你放心，利息钱啊，我照送给伊。只要拍算用剩的钱去填一寡材料，加做一寡。嗯，以后你着负责伫咧厝的，替我送衫买布。啊，还有啦，上好是会当接到一寡，参像学校啊，是工厂遐做活点啊。啊，不过你一个人两只手尔，做遮济你也忝死啊。就算讲安尼，我嘛爱连本带利把钱还互秋华啦。杨美啊，我真正对你足亏欠的。你若真心感觉对我亏欠，那呢，对今日开始，咱两个就好好做伙拍拼。我早点了吧？是，友好呢。何老师，啊，何老师不是失职了吗？哼，什么的失职？伊是向开除的啦，是哦。最近真没跋脚了，我钱输了了。啊，听讲吼，迄借钱借到连学生囡仔老爸老母都共借。哎呦，看，你来看卖啦，实在有够了然的啦。一个好好老师唔来做，啊，咪着跋脚碰见头路啊。所以今晚唔得不得已，留伫厝甲兄弟斗三工。什么斗三工？等下要拖累兄弟啊！哎呦，你讲一句就对啦。哎呦，我你讲啦，迄熊咪人家讲哦，叫气一个，放喺山顶大，无爱转来啊啦。迄查甫人哦，脾气歹，佫搞家吵。啊，我真正是生目睭好目盲哦，唔捌看一个查甫像像安尼鸡仔啖鸟仔多。你讲啊，人来啦，我先来走。哎，谢你啊，人有代志无？无代志就好。阿太太，阿你这厝衫？是阮贤美做的吼，伊最近有请人为日本才上新的服装杂志转来，你通来看卖啊，看有介意的无？哈，阿瑞，啊，阿你有闲来看贤美啊，我一寡建议啦，哈，阿你继续讲，我先等去，哈，谢谢。阿娘来了，变一个，真变一个人呢，我本来听人咧讲哦，我可无啥物相信啦。我看到本人哦，真正改变了呢。啊，改变嘛是好啦，你若唔改变哦，阮兄弟哦，后半世人都了然了呢。英美啊，英美，干啦？我跟你讲哦，听到无？我甲干妈正头家咧开讲，佮接到订单啦。英美嫁查甫囝，要做新娘衫，明仔载要来牛春桥。安尼真好呢，有你伫外口指教哦，订单真啊愈来愈多啊。是一个月会当加一倍订单，咱真紧就当把钱还互秋安呢。贤美啊，我看安尼好无？你教啊，教安怎扭寸笑，我当替你做，斗三工啊。其实做啥上重要就是扭寸笑，因为差一点点嘛，就会差真多。而且每一种情形拢无同款啊，这种功夫也袂用得省啊。你伫外口找订单，一定真斗三工。安尼讲嘛是对啦。对啦，阁有一个好消息。阿姊阿姊，秀光，大牙考60分，60分哦。你是你考的哦？是啦，才60分尔。我就知你做会到，真牛。我早就有讲过啊，大牙不是讲只要肯用心，一定会进步啊。好佳哉，有只有甲我保持，多谢师傅。大牙愈来愈会讲话哦，阁会晓讲好听话哦。杨美，我看你啦。今日咱家哦，香气临门，阁有新订单，大家阁进步啊！哎呀，加菜，食较澎湃，好。有好料通食哦，食好料。袂用袂用啦。虽然讲阿弟仔成绩有进步，啊，不过咱赚的钱哦，是爱幸福别人的呢，袂用袂乱开哦。所以无好料通食哦。不过我爸都足枵的。免烦恼啦，今日加的菜哦。是阿公家己种的，免钱啊！你看阿公哦，你若唔甲我讲啦，我就甲你做伙去啊！我就知影你会想阿公，我们俩早菜回来，阁有甲阿公接回来哦。阿公，新官啦！我出去啦！哎呦，阿公嘛照想你呢。阿龙，你阿姐有无？我，你
且我阁有替阿姊照顾秀官教咱呢。有影。阿公，你既然回来哦，你加多几工啊，莫着急动。我嘛是想讲要加大两工啊，啊都无法度哩。山顶种遐个菜，迄逐工嘛爱压水，啊若无吼，菜就去互碾去。迄菜甲人共款，是吼，拢爱小照顾甲关心。哦，阿公，你偏心。嗯。照顾遐个菜较要紧，孙仔拢无要紧啦。嗯。阿公，你无爱秀官啊？有哪有？啊，你这个囡仔嘛，你高兴。菜呢？嗯，后只人甲菜你食错个啦。迄阿公若无想恁吼，哪会讲伫山顶挑地走来看恁，对不对？啊恁吼爱食好饱，穿好烧，身体顾好用。阿公认真在山顶种菜，种上好食的菜给恁食，食好身体臃肿，食饱你赞赞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阿公，你先讲，好不？好，我给你倒茶缸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听讲，来来来，阿公啊，专门来讲讲，来，阿公啊，吼，来讲迄个。好哥哥，好，唔系好哥哥，我袂记啊。啊，无安尼笑开，迄个鸟鼠啊，娶某。啊，迄古早时代，古早，都变过迄个古早。爸，好你啦。好。下班。好啦，来啦。啊，阿兰啊吼，这偌久无看啊，哇，加只大汉嘞。来，过来，爸爸无。来，阿公吃饭吼。来，爸爸请你吃饭吼。阿兄你啊嘞，那无走来吃。阿哥煮汤啊，阿妹来。好，来。汤嘞，我都不要嘞。唔爱，以后就做你吃你嘞。来，番薯叶啊，这番薯叶啊吼，是阿公下早才伫山顶挽来，唔是阿公咧操蛋。那阿公种菜是天下第一嘞，番。吃够好食，嗯，来，吃不，分钱吃，给钱，吃不，好，吃，来，来，小官啦，加吃官人，这大口，那三比八都无吧，大姐，好了吧呢？那是阿公，大爷甲小官，会当永远这么欢喜，一个家会当永远有笑声，还佫温暖，我是个爱情。那有什么关系？时代大歌厅你好。哦，要找秋哥啦哈，你稍等一下。秋哥啦，因顺小姐来找你哦。喂，卢冠，你要过来啊？哦，刚顶有代志哦。好啦，你先莫言。无采工，人今仔穿新衫，装水水，想讲会当予卢冠欣赏一下，未料到。叫男朋友甲你办婚嫁吼，是讲即卖查甫人拢安尼啦。伊个产前孙夏这种诶，一世界啪啪走的生理人，我看侪。拢嘛是台北一个，香港搁一个，世界甲人咧结婚。卢冠这毋是像你讲的安尼。虽然讲卢冠逐个月拢要去马来西亚一礼拜，也毋过伊逐个若回来拢会来甲我食，出差的时阵拢会买礼物给我，伊对我是真心的。你也是巴肚内面疼啊，你哪会知？无得讲。人咧马来西亚阁有一个某，只是你毋知影尔。啊，若无是安怎？你牵伊熟识嘛，已经三冬啊。到即马，伊还阁无愿意带你倒去看因爸爸妈妈。迄是因为因爸爸身体无好，无法度定下坐飞轮机。伊嘛甲你求婚啊，还阁无爱带你倒去见因是大人，这安尼真正讲袂得过啦。算啥去啦？要是毋是随在你啦？为着哦，卢冠是我所熟悉上正派、上守信用的查甫人，甲你讲遐人无共款。秋哥，我嘛是为着你好啊，你想看卖啦？你即嘛是咱歌厅的安排呢，啊，佮有唱片公司等要替你出唱片啦。你即嘛前途当好的时阵，煞要走去结婚，你安尼咪想袂开袂啥？结婚我若是欢喜，嘛是赶快会当出来唱歌啊！你莫戆啊啦！有倒一个有钱的查甫人，
愿意给家己的某，搁出来外口四界讨趁。咱就摕咱歌厅的这个李丽来讲，伊找到一个有钱少爷啊，啊，着欢欢喜喜嫁过要做小奶奶，啊，结果呢，结来结去，结到一个袂应应的，啊，即嘛离婚啊，要来东山再起，人嘛安袂起来啊，真正啊，人财两失啊。为着哦，罗冠甲丽丽姐因翁无共款啊，我嘛无遮尔歹命。阿娘啊喂，你都唔知哦，迄何老师哦，安尼哦，行过去时阵哦，我是外惊起卡上手的呢。啊，想袂到，想袂到，伊看老太太唔拿无生气呢。哎呦，我甲伊讲阿娘有讲有笑啦。真正哦，变一个人。我著甲你讲吼，人良才是将才，只是时运歹。怎时运无好啊？哦，阮刘斌嘞，你来了拄啊好。阮老母是讲啊，迄良才规个人拢变啊，起码甲贤美搁斗阵咧拍拼。那咧真好啊，这就表示贤美要出运啊。哎呀，像我啦，哦，阿娘喂啊，啊你今仔穿个水甲安尼啦，我听阮村头阿公，你今仔要嫁一个好爷人哦，啊你还记哦？迄到时阵哦，迄好爷人来要讲亲家孙哦，你会记甲阿瑞爷讲，阿瑞爷吼，万下甲你超甲你跳舞跳跳，互你做只变心娘就好。阿母啊，阿人秋花已经订婚啊啦，而且吼，迄手指嘛挂。哪会就需要提亲？哎呦，这吼、哦、你囡仔人你就唔捌啦。迄若愈好嘅人吼，面甲是愈侪，你敢知？尤其吼是迄订婚证。哦，阿娘喂啊！我即个手指哪里金光闪闪，更水气，我哪清条？啊，你金死死啊！啊，死到我手指白的金嘛！啊，还是真嘅假嘅？当然嘛是真嘅。那手指哦，如果带我去买的呢，伊个头家交代吼，爱紧哦，上时行上水。我看你吼、哦，万当欢喜了，伤过头早。我听你讲哦，哦，迄好爷爷同我吼是有够歹碰啊。到时阵哦，你若是去拄着一个欠卡打家，我看你到时阵哦，你三年头连出血，头头头。嗯，我的大家放心啊。所以哦，你免替我烦恼。对啦，我听人讲吼，你若入迄好爷人的家门吼，腹肚若是无济，就共生一个查甫。啊，迄到时阵哦，莫讲恁翁甲你休掉啦，就算讲去外口娶一个细姨。哦，对啦，迄好爷人哦，都敢咧卖书，亲像古早时代皇帝，三妻四妾，迄是偌尔啊正常呢。你若嫁去人家哦，无济就共生一个查甫，到时阵我看你都无济，就通荣华富贵一世人哦。阿瑞啊，秋啊，陈公你要结婚了哦？哎呦，对啦，啊，你看到就知哦，吼、哦、吼，迄秋月啦吼，已经叫做运气啊，我看你吼嘛好细心啊，哦，啊个王。哦，我哩讲一件代志，阮村头即嘛，哎呦，惊死人哦！你行情偌好，你敢知？迄偌济人要甲拍呢，排队哦，排队！行啦，我哩看下，不要小小，进去吧。行情够好个啦，哎呦，进去吧，进去吧，来。哦，多谢你。过去对我的照顾，我着得要结婚啊！我嘛祝福你，赶紧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对象。什么是适合？什么是不适合？坦白讲，咱两个就是不适合。你之前要去戏班，我着放弃足侪人客，着赶紧骑车载你去。你唱戏，唱甲骚声。身体虚的时阵，我着赶紧炖鱼仔汤给你啉。我这么啊真心对待你，敢讲咱无适合？我真感谢你为我做这么多代志，
要过无代表你做这代志，咱就是适合的。两个人要做伙，有想法、个性、价值观，拢会共款。咱两个人只差足济，你想要伫这个庄仔内面开一间鱼仔档，平平凡凡过一生。我想要去外国看世界，我想要成功，我所有的打拼拢是为着要赚较济钱。这是你我同我。敢讲台北个有钱人个囝，会当予你遮尼济物件？我无讲啦，我嘛有去探听过这个人，伊个背景是真好，但是伊敢有真心咧对待你？你啥物意思啊？我是惊讲哦，台北个查甫人哦，较无情啦。伊即马虽然对你好，啊以后咧，敢有一定？我后妈吼，虽然口才无好，但是哦。我知影吼，查甫人的真心哦，才是上宝贵的。那是我的代志啦，重点是我真喜欢伊，伊嘛是我了想啊，想要真心对待啦。我知影，你的男朋友是住喺倒，我来找伊。你创啥啦你？我要来去甲伊煮鱼仔汤啦，我要甲交代哦。叫伊定下买上亲上亲的鱼仔汤来煮，然后伊就介意吼，介意求生，放个鱼仔腹肚内，然后用大火煮了，再关小火。我拢爱甲交代，拢爱甲教。我拜托你莫阁为我做这样子代志啊！你安尼我会艰苦，请你甲时间。用在真心介意的查某囡仔身上，不是我。明知我太过痴情，为爱是坚定，为着你断送了我的一生。明知你这呢无情，犹原来相信。为保护我一片真心，你甲看这款查甫啦。后摆哦，绝对袂当嫁啦！什么人若嫁这款的吼，伊心肝底哦，卡想也是外口迄个查某啦。吼，袂使嫁，袂使嫁。哎，好家财呢，好家财，你来碰路神啦！哎呦，真正是阿弥陀佛咯！阿母啊，啊，白白同一个人呢，相亲讲到今麦你讲的话，我完全拢无同款呢。你这根本就是咧骗婚嘛！哦，无啊。你是捌一块乌仔闲钱啊？哈，迄白白是月娘啦，找一十五两个样啦。啊，然后人嘛有分你好人甲歹人，看你是用什么角度落去看。啊，讲搁再讲啊，全天下敢会查甫查某，我若拢讲老实话哦，查甫娶无某，啊查某就嫁无翁啦，你捌无啦？啊，既然呢，恁内底就叫我结婚。啊，真正是我甲白白想哩哈，啊你唔肯嫁翁，啊恁祖妈我来饲你一世人，你知无啦？啊你哪讲啦？气死啊！我气死，大家都经理，经理应该有够开阔。如果安，你看你啦，老光老干的龟头龟面，
白叔刚刚去河南就难看的。无要紧，我自细就是安尼，你就唔是唔知。啊，不过你即卖已经大汉啦，以后一个人要伫咧台湾拍拼，你家己要好照顾你家己。其实我伫台湾，我实在一个查某囡仔，伊足照顾我的。冲下了，吓我了！人水水，装啊这么高尚，哇，一看就知影是火人的查某囝嘛哦。对，恁是门当户对，莫怪啊，大家若是跟你约的时阵，你拢讲你无闲无时间。秋官，你误会啊！我拢已经看到事实啊，你跟辩解什么啊？既然你也有对象，谁都要再跟我求婚啊？我不准你开始来休息。我上讨厌一种哦，出代志就变后边的查甫人啦。敢讲你只想我歌听头家讲的，死皆咧跟人定义结婚。台湾一个，香港一个，马来西亚一个，你就是一种无良心的查甫人，是无？歌听。秋花，你莫这样激动，我哪有可能是迄款查甫人？哪你讲好清楚啊！你这样生气，我是要哪解释啦？是的，秋花平常心，伊袂是安尼啦。我相信你现在知道我是卢冠的什么人啊、哦、卢冠不爱说，你说你到底是哪位的女朋友还是太太？没关系，照你说，我了去我这条过去都有人说哦，甘愿跟人打仓卖菜，也不要跟人公鸡养菜，我绝对不跟你争的。秋官，你真正误会啊！伊唔是我的太太，伊是我的。我是甲伊自细汉做伙大汉啦。阮生活伫同一个家庭，受的是同款的教育。你看起来穿了真水，面貌啊看起来嘛真得人疼。啊，不过你一开嘴，就认定讲我是卢冠的某。这就表示你这个人讲话真无教育。嘛是安尼，你阁认为卢冠是一个真会查甫人，这更加表示你对于上个基本的了解拢无。那在这款的情形之下，不管你是不是卢冠伊未来的对象，我先做阿姊的，拢无同意你两个人做伙。阿姊，秋官，我来讲你真正误会啊！伊就是我唯一的阿姊孙如金。昨昏工厂机台出问题，阮阿姊甲姊夫专工倒来搞斗三工。解决这代志，所以才无时间去陪你啊。拄才去拜访一个前辈，即马带伊来看土地，看是毋是有法多起工厂。无闲啊，即马拢无时间食饭诶。哦，阿姊拜托哟，紧，带伊去食饭哦。阿姊是咧哦，拄才我较冲动啊，歹势啊。免叫我遮尔啊亲啦，我只有卢冠是小弟，我阁无惯是别人叫我阿姊。不是啦，我。阿姊，伊就是我讲在台湾时代，就照顾我查某囡仔。
是伫歌厅上班的查某囡仔。你有读过大学无？你会晓讲英语未？那呢？你会晓什么？我会晓唱歌。阿姊，虽然唱歌自细汉，伫歌戏班大汉，无读什么册，啊，不过伊扮过足侪角色个，中校职业哦，伊拢真清楚个。原来是一个戏子，是戏子无情个戏子。阿姊，我无惯是伫个即款所在讲代志。既然你讲这位小姐对你真照顾，啊，无安尼啦。阿姊就代表你，请这位小姐吃一顿饭，算是给细姐做下嘞。姚小姐，你感觉呢？想到咱工厂新机台的状况，我看应该加 test 几下啊。趁即摆日本工厂需要搁伫个台湾，几乎搁着无用啊。是啊，搁着无用。小弟无用煞，伊要搁甲几个大客户做伙食饭，所以新机台你着替我较注意，知影无？原来这就是有一人的厝哦，真正是足水的呢。啊，这壁顶头写的是啥物？写甲呢弯弯翘翘，袂输咧画符啊嘞，无几个字看吧。太太，小雅，恁倒来。嗯。有人客，去泡茶。刘小姐，你真喜欢这字画啊？无啊，我就感觉这字写得足水的。我家己嘛真喜欢这字画。你喜欢草书还是其他字体？我个人是较喜欢画笔，笔墨有力，欧阳的字嘛是袂歹，啊，不过可惜，知影伊的人较少。哦。赵小姐，卡苏恁若是有兴趣，以后咱应多多交流啊。好啊，以后若是有机会。如果我第一届来领导，你敢会当带我参观一下？好啊。刘小姐，原来你是头一届来阮这间租厝，安尼你嘛真好大胆呢。第一届来这间厝，你就敢收人的手指啊？我唔捌来过，要安怎？我还唔是因为这间厝才甲卢冠交往的啊。卢冠，来替我挂起，来，嗯，进啊。好。这大哥姐，这个豆豆公，好。在。
来。刁小姐，请啉茶。嗯。我叫是讲哦，敢那博鱼的妞妞还是红烧哦，才安尼啉茶，茶杯啊顶头搁爱盖挂。吼，好些人哦，真正跟人无同款呢。哎，这内底要哪有茶米啊？这是要安怎啉？敢讲，敢若我这杯有茶味？刁小姐，你若袂啉茶，是这茶口味你无介意？哪会啊？这茶脾气这么香，啉起来一定足好啉的。安怎？十条？啉了茶啦。嗯。偷偷啉。哦，卢官，恁家使用人，把迄茶米哦，拢泡伫茶内底也无摕出来，害我安尼过着。无啦，啉种茶也较细腻的。哦，是要安怎细腻啦？连茶拢安尼泡，一定超过伊。唔是使用人茶无泡好，是这茶本来就是安尼泡的，都惊讲有人。唔知影要安怎啉这茶，中这甲其他茶无同款。上佳好的泡法，就是甲茶米放伫杯瓯啊内底，然后再用烧滚水打打甲冲落去，等待几分钟，看这茶叶慢慢啊展开，慢慢啊透出的清香，伊甘味。要啉之前，搁小品尝一下。然后轻轻啊，甲背起来，安尼就顺喉啊，安尼就袂去食着茶味啊。歹势啊，我嘛是第一次啉这种茶，以前对啉茶无遮尼讲究。嘛是啦，一个人出生甲伊家庭。确实是影响到伊的生活品质。你袂晓啉茶，嘛唔捌得茶道，这袂用怪。茶就甲人同款，毛分三六九等。亲像这款普通的茶，清清菜菜一泡，就用啉吗？啊，若亲像这款这么好的茶。当然嘛爱讲究，安尼唔则袂白白浪费这茶啊。每一个人拢有不足的所在，虽然讲我无了解茶道，也毋过若是讲到戏曲还是唱歌，我真有研究。对，我会记卢冠之前嘛甲我讲过，伊讲你是伫歌戏班大汉的是无？我听讲，迄款的所在，出出入入的人拢足复杂的，三教九流，甚物款的人拢有。而且你伫咧无搬戏的时阵，大波查某拢做伙困伫咧舞台后壁，这敢是真实啊？阿姊，手外头一过来咱家，你就问阿做，袂输咧问犯人咧。当然，咱会紧张啊！如果咱妈妈真早就过身去啊，人伫咧讲大姐的好亲像母亲共款。将来你若是结婚，我当然嘛爱好好照顾新妇。既然你已经甲廖小姐求婚，啊，那安尼，
我加了解伊一寡，安尼是有啥物唔对咧？太太，暗顿已经煮好啊，敢要捧上桌啊？卢冠，我着乖叫了恁全家伙来食饭，我先来走。秋啊，我开车送你回去。卢冠，但是我搁伫无闲，我搁有真侪工厂的代志要甲你参详。明仔我搁有客户嘛要来，咱嘛爱小准备一下。我看卢书记送廖小姐回去，廖小姐这么捌代志。一定知影你公司足无用的，伊绝对会当体谅你。廖小姐，你讲安尼好不？卢冠，我甲伊回去就行啊。秋啊。秋啊，秋啊，等一下，你搁咧生气啊？你莫误会啊，阮阿姊无歹意，伊只是想要，想要加了解你。伊毋是无了解我，伊只是看袂起我。你甲恁阿姊毋是有代志要讲，你就去啦。秋啊。送你回去。小姐，你要去哪？不行的，我袂当安尼的认输。前面有讲过，敢若我家己知影，卢冠到底是毋是有假的，我袂当安尼的放弃我的爱情。麻烦你，头前洗头，我要来阮朋友遐。哦，好。我听讲伊个工厂最近有买新的机械，而且哦，伊阁邀请国外的大客户来参观，一定足无用的啊！搁着这位少年 ，Scoidis， 听讲孙家己马来西亚的纺织公司，就是因为伊才会愈做愈大，连美国银行也合作。伊搁要用新产线转来台湾这边来做，将来一定足有发展。一种一级棒的人才吼，来个好大搞会，来来来来来。刘老师，别走，别走，你来呀！哎，动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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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李老师，什么事？啊，阮工厂因为临时出一寡状况，我才会看我告别。啊，那无，我这杯先给我带好啊。哎，我林总，这杯哪有搞？上天嘛，啊，林三杯叫生意嘛，对吧？白酒，三杯就三杯。来，来，来，李三桂啊！哈哈李大嫂，一首干杯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！哈哈哈！红东尼，卡罗伊德斯。吴总，拄只阮遮咧讨论，你少年够有本事嘛？以后咱台湾的房市也改好，就要出一个大人物啦。对对对，无啦无啦，是大家唔敢讲。我还够少年，都需要顾及身边个安全。啊，我做生意是比你哦，敢那有两个重点。第一个哦，就是诚心；啊，第二个就是信用。有当时啊吼，你奉陪，迄唔是讲的，迄是因为平常双方的合作。做生意只是一时的，啊，不过做人是一世人的。来讲着话，讲了真对，讲了真对。啊，
讲已经出少年了，今日当实在领导，我真正足欢喜。来，大家哦，饮一杯啊！听林总，来。来，加菜啊！来，干杯！我们干杯！啊，大刘明，我第一次来这高级的餐厅呢，你要嫁好野人，真正无同款呢。哦，做好野人的新妇，变甲足感慨哦。啊，不过像啊，咱这三个人，敢有煞点遮济？你哦，开只开站站嘞啊！卖予人廖准讲，你是为着钱才要嫁予孙请爷哦。嗯，拜托的，我家己也毋是为了趁钱啦。搁再讲哦，食是当日本料理是要算啥物？哼，那我本来是要出手皮的人呢，若毋是因为女官甲我求婚哦，我早就变成一个大明星啊。哼，我嘛无一定要早结婚，嘛无一定要结婚。嗯，来，听你咧放屁嘞！你若无嫁予伊，要嫁予谁啊？你就是你是伫菜市啊咧捡鱼啊！我介意你条就选这条哦。你若无嫁予卢官，你就是你个会当骗着倒一个戆大爹。你毋是巴肚最枵的？是啊。妹妹，今天人想办法啦。卢官娘子哦，真足嚣掰的呢，替我想办法，看是要安怎吼对付伊。啊，不过人至少是孙少爷阿姊啊。我看你伫伊面头前，爱加较乖巧的，会晓看目色，莫拍歹伊对你的印象啊。袂会啦，人家对你的印象哦，太了了啊。你话都不讲了。伊对你的印象无好，啊，不过伊厝里还佫其他的人啊，你当先争取因对你的好感。我想听卢官甲我讲，伊的妈妈真早就过身啊，啊，伊的爸爸做生意足无闲的。伊甲伊阿姊哦，感情真好，从细汉就是阿姊照顾大汉的。啊，卢官佫有讲，伊有一个姐夫，佫有一个外孙。啊，不过吼，上重要的也是阿姊对我的看法啦。假使讲伊阿姊若真正无喜欢我，我真正就拍入孙家的大门呢。哎，就算讲哦，你是白娘子，甲恁男朋友白甲神魂颠倒，啊，不过吼，因阿姊就敢那是法海法力无边啊，伊若是硬要甲恁两个人拆散，你嘛是无法度，啥我无法度？白娘子无一定斗袂过法海，到时阵哦，莫逼我醉饮金山寺，哼，大不了大家做伙死。好啊啦，恁两个安尼搭来搭去，代志敢能解决？我是安尼认为啊，你若是真心要甲孙少爷去作对，安尼颠倒会互伊搁较无欢喜。啊，不过你若是真心是对待伊，我想伊连发现你的真心的。你若是虚情佮伊对待伊，就算讲你佮到老伴，有一天哦，伊嘛会发现的啊，对无？好啊，来，你吃过哦。我无要吃，我唔吃。别个客气。小妹啊。那呢，你即摆应该少爱两菜吼。贤美，你袂表即摆要想你新欢吧？你较细声啦。听人听着，那呢你又莫想伊啊。两菜是足爱你、足爱你的呢，就亲像我爱。想吧。哇，已经尽力啊！我是愿为着家庭付出一切。啊，不过就干那想我，是我为了咱老婆我家己。若照你安尼讲起来，你拢无爱过良才哦。
安尼良才一定会发现啦、啊。好好好，卖讲啊啦，我拄只敢人看到，看得鬼哦。你是看到啥啦？看到阮家出现人，惊有人啊！今日多谢恁嘞，多谢。我咧工课代志，麻烦你啦。快点过，快点过。紧，你是看啥？啊，无人啊啦，你是咧？嗯，刚毋是我看唔到。哈哈哈！哎，我的手机在里面呢，不安尼啦，你先等下，我再来转就好啊。阿李总，我老张有了，我先上，别让他来上，好，小李啊，注意，好好好。哎，我手机白刷哦。啊，我唔该做咩，我叫爱考爱考。好啦，奶奶会肯定带你呢。好。休假，阿哥，你刚上夜了休假回去，啊，你到底是住伫迄度？哦，后来伊无回去因厝，伊讲吼，伊要去找朋友。哦，我知影，你先落去休困。是。我都知影，我都知影，这查某一定有问题。是，你莫黑白想啊！像我有几个好姊妹啊，爱去找朋友嘛真正常啊。你这不是遐尼啊单纯去找朋友，我看一定是伊的小鬼仔卡扣我拆破，唔才想要赶紧找朋友来想办法。你真正误会秋月啦，伊唔是你讲的这种人。我知影啦，你听到伊伫歌厅唱歌。你就认为伊是个真喜欢找囡仔，伊真正唔是，伊足有原则个。像歌迷送伊礼物，伊拢唔肯收，干那收火尔个。好，就算讲伊唔是真正看到伊当损家钱，才甲你做伙。啊，不过如果你家己嘛爱好啊，慎重考虑，我去想看卖，看到底是啥物款个查某囡仔适合做你个家哦。你看会晓唱歌、搬戏的查某囡仔，敢真正带出门？那也带袂出门。秋月生了水，敖讲话，个性阁得人疼。姐，你都唔知影，秋月真正对我足温柔、足体贴的。我甲伊做伙哦，感觉足欢喜、足轻松的。我真正想拢无。伊到底是给你下什么符啊？唔是给你卖到你公公身呢？姐，你若是加用一寡时间去了解秋月，你就知影，伊真正是个真单纯、无心机的查某囡仔。无心机，是你去让伊卖到公公身，所以唔只拢无发觉伊的心机。你现在一定要对我有偏见啦！偷偷去观察伊干袂用的啊！陆冠，你真正是爱陆清，人算陆公是无？哎，啊恁两个家底也是安怎啦？阿信，我伫外口就听到恁安尼大声细声，阁是为着什么代志你无欢喜啊啦？可是你吼，搁做啥物代志，连恁姐也生气啊？无啦，姊夫，我哪会敢？阿姊讲的话，我一定会听，对不？对啦，何心。啊，你今仔日甲日本人抢商，讲了啥款？讲了真顺利啊！日本来迄工程师讲，以后有啥物问题，因拢会负责到底。真实的哦，这么顺利哦。当然嘛是真实的，啊！因就讲哦，这是因当初时，啊，装机器时阵就无好势，问题是因造成的。因真多谢，咱无因为怪伊，甚至嘛无甲这件代志讲予日本总公司知影。
啊，为着要感谢咱哦，因讲以后其他的部分去介绍，因个哦尽量替咱争取，下当拍照就拍照，尽量算咱较少的。真是哦，爱写就好个呢。我都知影，有你出面头解决，代志一定无问题。如果这就是做生意的手段，你哦欠磨练呐，以后加甲恁舅加学者，知影无？好啊啦，减讲我啊。如果买菜恁姐无代志啊。啊，那你偷大鬼啦！你咪跟我讲，你主都吃点卤肝，两个今麦在里来呢。你今麦才知影，我真正唔知影我这小弟哦，当时才会当较捌代志啦，大概拢咪互我叫你要操烦。你对卤肝迄女朋友，真正看袂顺眼哦。哎呀，这少年人哦，讲到感情的代志，本来就较松绑啊。我是建议你哦，对卢冠莫这样严格。唔是我对伊伫严格，你都唔知影我这小弟个性较尔单纯，唔捌交过女朋友呢。我是惊讲，假使伊感情若是愈放愈深，到时阵若是袂收煞，安尼是要怎？就算讲我无甲动，以后爸爸若是知影，伊嘛是会阻止。既然安尼，我何必都先让爸爸搁生气呢？你安尼讲嘛对啊。来，讲到这哦，我感觉迄时阵哦，我运气真正就好诶。我真正想袂到讲，爸竟然愿意甲你嫁互我。还是因为爸爸伊疼我，伊唔甘我艰苦啊。其实哦，我一直想要问你啊。那你甲看啦，像你的家世背景这么好，啊人又搁生到这么水，你哪会看介意我这款善财少年人？啊，甚至我连我家己是啥拢唔知影。你就唔惊伊讲哦，无你靠我的过去记录就歹，是一个歹人。我才唔惊咧，因为只有你会伫我面头前表现你的本性，啊，搁你上个真实的一面。就参像你家己所讲安尼，因为阮家家世背景遐尼好，所以有真侪人拢对我婆婆塌塌。就巴结我，啊！不过我真是足无介意安尼，因为我刚刚安尼想过假啊。你无记得伊阁是安怎？我就是介意这款的你，你无过去，安尼唔才会当完完全全拢属于我一个人。我看你会记得。这所有的一切拢是我的。江宁娃。如果侬阿未打电话来，明明逐天暗时，侬会打电话来甲我报平安。刚刚伊真正互伊阿姊说好，无想要吵我，要甲我分手啊！哼，孙如官，你若真正敢甲我讲分手哦，我廖秋华嘛是足有个性的哦，绝对袂去救你。哦。
廖秋爱，唔怪你自己嘴啦，你下晡到底是安怎要安尼甲轮管生气？万一那真正歹插你，看你是要安怎？秋婉，是我。安怎啦？你唔讲话？你搁知影要打电话我？你下晡咧向阳走去，我有偌烦恼，你知影无？你是烦恼我，还是烦恼我让你见笑？你莫安尼想啦。下晡我伫恁家的时阵，我的表现是毋是足歹？你阿姐口气，敢若无希望我嫁予你。秋婉，我细汉的时阵我妈妈就无伫个，阮阿姐就敢若阮妈妈共款安尼照顾我，对我的女朋友当然特别要求啊。伊对你无熟悉，毋知你是一个真好查囡仔。啊！不过我知影，你是卖这样着急，偷偷来，只要我的心一直伫你遐，我相信阮阿姊总有一天我都了解。多谢你，你对我足好。你唔通看阮阿姊哦，跟你足歹款哦，其实哦，跟爸比起来哦，伊较好讲话呢，而且。嘛真疼我这个小弟，只要咱两个呀用心去争取，我相信阮阿姊一定会同意咱两个做伙。那安尼，我明仔再去拜访阮阿姊，表达我的心意，好不？明仔啊，明仔我甲客户约好，我就陪你去嘞。林刚，好不？你唔免陪我去啊，我家己去就行啊，这是我爱面对的。你只要支持我就好啊。你是我的女朋友，我当然支持你啊！好啦，时间无早，我想要睏啊，想我睏，对我的皮肤无好呢。好啦，紧睏。喂，你来无挂电话啊？你是不是忘记什么代志啊？紧睏啦！我也是你。阿姊，我听卢官讲，你最爱吃日本的苹果。所以哦，我专工来买些给你吃。先说哦，给你回息的呀。昨昏是我较匆忙，歹势啦。你是卖叫到这尔亲，我唔是跟你讲过，我只有一个小弟。以后如果若是结婚，迄个家哦，唔才有资格安尼叫我。孙小姐，其实我感觉会出来，你唔是真喜欢我。你讲人甲地比同款，有分三六九等。也毋过我感觉人甲地是无同款的。人有头脑，会当想办法。虽然讲我册无读足济，也毋过俗语嘛有一句话咧讲：英雄无论出身低，只要肯认真拍拼，乞食嘛会变皇帝。乞食想要变皇帝，嘛爱看伊是毋是有迄个命。赵小姐。你唔通袂记咧，今仔日你只是一个寡女呢。是，
我只是一个歌女，要过这无代表我永远拢无见识。我嘛应该慢慢啊、慢慢啊爬，一步一步来学习。刘小姐，我这人讲话无爱转弯抹角，我同款嘛是迄句话。一个人家庭甲伊背景，是会影响到伊的素质。你甲阮女官的背景，实在是天差甲地。不管你安怎学习，拢无法度弥补。女官是阮孙家的姑囝，伊未来是要接受阮孙家所有的产业。假使讲孙家的事业那是一个王国，那安尼伊要娶的，都毋那是一个太太。更加是一个皇后，照你戏文所讲的，都是国标。刘小姐，你感觉阮家的饭碗，你敢捧起？我会用的，只要恁肯给我机会。刘小姐，就算讲我有迄个腹肠，会当接受你，啊，不过阮孙家所有员工。伊个目睭金金，去看迄头家身躯边个迄个查甫人，到底甚款个身份？阿哥，刚孙家伫做生意个大客户，一定嘛会伫个背后议论纷纷，在讨论迄个查甫人个出身。刘小姐，啊那安尼，你个过去都变成别人嘴内底个闲话，这绝对影响着阮女官伊个未来。你想看卖，我这做阿姐，咩人有可能替阮小弟的未来来甲你搏嘞？就算讲我肯，阮阿爸伊嘛唔肯。我可劝你，你也是死心啦。你讲这话，我拢知影。要唔过，既然我若决定要甲陆冠做伙啊，这就表示，若是拄到啥物困难，我绝对拢袂放弃。卢冠跟我讲，伊袂晓讲日文，所以伊若甲日本人做生意的时阵，拢爱带翻译。卢冠来上班无时间学，我会当代替伊去学。我相信未来，伫事业还是伫家庭，我一定会当好好甲伊斗相共。刘小姐，袂晓啦，讲讲真好听，啊，不过我听讲你连小学拢无毕业，你是有啥物能力？他会跟我们独观到啥吗？话阁安怎讲，你嘛袂相信？阿婆，咱就等你看。秋啊，你回来啊！当然是见面结果安怎？你敢为难伊？就算讲伊为难我，我嘛唔惊。你唔是讲过，你会支持我？当然啦，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拢会支持你啊。对啦，我拄好想要问你，哪会加这么多日本的书啊？你唔是讲你无时间去学日文？我就想讲，我会当代替你去学。那安尼，你以后做生意，就会当带我去啊。安尼，你阿姊嘛袂看袂起我啊。原来是安尼啊。啊，不过你若真正去学日文，敢会影响到你伫歌厅的工作？我若是决定要嫁予你，有去歌厅是无去歌厅，已经无遮重要啊。秋婉。你真正足大心的，辛苦你啊！只要你爱我，搁较艰苦，我嘛愿意受。嗯，对啦，阮工厂哦有一个负责翻译的课上，伊日本话讲啊真好哦。啊，若无我去拜托伊，请伊甲你讲。好啊，行，咱来找伊。卡叔讲课上伊哪有时间，我随时当拜伊做师傅。即马就去，真会着急吧？
你有没有想到过我是有点想对对对，我知道啊，你对我上好啊，对吧？安尼嘛好啦，我当顺续带你参观阮的工厂。啊，不过等咱去的时阵哦，尽量卖互阮阿姊看到，较袂互伊误会讲我拢伫约会，无好好认真做事。我知，袂互你无面子。行，出发，行。我想这就照阿姨刚讲的吼，安尼就好啊。阮姊夫在遐。时间袂好。林姊夫。嗯。阮阿姊啊，真爱阮姊夫，若是会当得到阮姊夫的支持，替咱讲好话啊。我相信阿姊啊，真紧就要接受你。真是哦，那安尼我一定好好包给你的姊夫。你放心，阮姊夫啊是真明理的啦。伊看到你这么水，佮这么巧，一定就喜欢你。我介绍恁实在，行。姐夫，那你叫你行？嘿，如贵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我来要看卖好不好？这位叫你水的姑娘，我想应该就是前几天你在厝的，有时讲到伊，就会嘴笑目笑的女主角吼。对啦，你就是我的女朋友廖秋华小姐，这位是我姊夫林福生。廖小姐你好，我叫林福生。那也叫林福生，明明就是。廖小姐，你好。哎，陈副官，我手头阁有代志，两日无闲，我都陪您啊，我怕你啦。你就家己带廖小姐来咱工地内面，四处去遐看看参观一下。好，感谢廖小姐，我先来无用啊。陆官，林师傅跟恁阿姊结婚老久啊，伊厝内面有啥物人？伊是倒位的人？阮阿姊跟阮师傅结婚两年外，伊是上海一边的人啊。听讲伫中国上乱的时阵吼，甲朋友去南洋做生意，叫发生意外，冻着头壳，真正代想袂起来。亲人是毋捌听伊讲过啊，啊，不过就算真正伫中国，应该无多联络啊，所以阮孙家应该是伊的亲人。你确定是为上海去南洋，毋是为台湾？确定啊，虽然讲几乎袂记啊，啊，不过有一个朋友甲伊做伙去马来西亚的，是真确定。敢讲真正是我认唔着人，啊！不过伫这个世间，哪有两个人会相得这么像？秋啊，靠山应该在办公室，我带你来找伊，行。啊！我刚刚想到，我有一个朋友有代志要找我，我过去看伊啦。我临山再来拜访靠山。主管，阿姊。廖小姐在伫遮。伊最近咧学日本话，所以介绍靠山给识识，请靠山教伊啊。啊，那呢？那即马就离开啊？伊就讲伊朋友临时有代志，去找朋友啊。如果是去找朋友，我看拢是借口啦。陆冠，你的目睭嘛白乎金的，这查某囡仔嘴真敖讲，戏嘛真敖播。啊！不过若时间久，伊本性就走出来，到时阵又怎样？阿姊，真巧，遐尼啊行？真是嘞，若是详细看，因两个根本就生出一模一样。差别就是哦，迄个林福生，伊讲台语讲了真认真，你想问伊袂晓讲尔，无哦，搁看看，因两个根本就是同一个人。哇，你咧戆啥啦？台语会当学啊，哪有可能才拄好啊？啊，两个人哦，拢拄好去受伤，啊，拢是去着基地，
啊，新冠失踪的时间，甲迄伊个火星，迄小小时间同款，两个人拢上海人，佮另外还讲上海话。迄个火星，你确定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进来啦！创啥啦？请市民举信啊！啊，市民问看卖啊吼，这两个人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？啊，新冠吼到底搁有一个世界上无？紧的啦！你当作是去餐厅食饭，啊，新民用点的哦，啊，随请随有哦。啊，无跋杯讲嘛。哪个无杯？第三个安尼，到底要甲小美讲无？苗哥哥，你嘛替阮想一下办法。看我到底是要安怎做？哎，新民拢无讲话呢。我看不应冲动行事，就爱静观其变。你讲哪无讲？秋月，那安尼吼，我明仔载甲你看卖迄个林浩生甲李贤婉生作到底是偌相共啊？我先来等。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他是工厂啊。哎，这个电力太小啦。哎呦，我不离看买来啊。哎，有办法，咱直接入去找人，无安尼较紧啦。袂用的啦，买来是拄到林冠英，是要安怎？啊无日头啊大，就伫遐等，要等到什么时阵呐？妈，林安，你走。就是伊哦，是毋是足神的？是同一个人啊。小丁啊，你刚好来只，我甲你讲一下。你这所在吼，出着。丁皮啊，你去把迄个什么林浩生约出来，问看伊是不是就是李贤婉啦？哎呦，我该无缘无故变那约啦！我来插你啦，你去该约出来，我管你去。杨小姐，来找如官了。我不是来找如官啦。我是来找你的。啊？不是找如官找我，有什么事？林先生，你敢认识我？你敢会记得你捌看过我？姚小姐，无可能啦！我袂记得你哦，那是因为我真正无看过你啊。看起来你真正什么代志拢袂记得啊？卢关公，你有失去过记忆？是啊，姚小姐，你拄只一直甲我安尼问，你是毋是较早捌见过我，还是实在我？这讲起来话头长啦，你有别个做无？啊，当然有。等你有闲的时阵哦，卡一支电话给我，我再跟你详细讲啦。哇，多谢你啊！我先走。哎，安怎安怎，约好了未啊？约。哎，等下再讲了，行啊。我就知影，这查某一定问题，鬼鬼祟祟。唔知影伫咧变成巴戏，啊，到底是安怎啦？明明早足紧张，搁直接吊我胃口。我留电话给伊啊啦，等伊卡来才详细讲啦。搁爱等哦、喔，我看我也是来去甲迄个杨美啊讲哦，先阮转来啊，用讲。袂用的啦，你是咧着急啥啦？万一林浩生若毋是你想欲安怎，先个代志不好清楚再搁讲啦。啊，若是着是咧，是又搁安怎？
你是我那个消息三四单，也无差这几天啊。啊，那是哦，迄孙少爷几乎真正是你先弯，啊，你嫁予迄孙少爷，啊，先弯就变作你的继父啊。姊妹啊，破爱初恋，变作你的继父，啊，你兄妹也知影这么复杂的代志吼，一定会起笑啦。其实我嫁的良才嘛是兄妹的翁啊，安尼讲起来，我嘛是同款歹命啦。行行行，阿星，哎，你在看什么啊？在下一条。有路关系的路朋友，都叫廖小姐给我啦。啊，阿姨留电话给你是要创什么？我无啥确定呢，伊都才甲我讲。伊捌看过较早的我，我想讲，我找一个机会哦，敲电话，甲伊问个清楚好啊。唔免敲啦，我想一定是知影我无介意，看你是如干的姐夫，爱你替伊讲话，卖睬你啦。对啦，今日工厂的代志哦，我处理了差不多啊。你敢会陪我去附近的布料市场看看呀？我今仔个其他代志要处理，啊无你家去的话，我来行。是要去倒位啊？罗叔不是要娶新妇，伊进前哦，跟我订几落厝衫要做聘礼，啊，原本讲三领就有够，今麦香港才六领呢，搁要加两梳洋装，啊，厝里布料无够啊，想不讲哦，要加买一寡转来。这是你爱布料？对啊。我替你买啦，你等我去。龙仔，什么代志啊？哎，给你去往记报账哦，迄间的布料品质较好。我知啦。麻烦你啊。但是要了无唔对，你这花仔布应该唔是用机器拍的，是手工做的对吧？哦，林桑，你足内行的哦。我本来嘛按算做工厂进货啦，啊，不过我感觉工厂做的比手工搁较粗啦，所以我拢叫阮老师傅做啦。安尼哦，嗯，看起来恁即马台湾迄机器。够不好，到时候出去帮你拼接。OK， 有爹不？你把我搞的，好像怕全部的。来，不要紧，你帮我做的。工厂今麦已经换了一批新的机器，会当好好试看卖。哎，贺先生，你买不？嘿，王老板啊，你帮我看一下。这是阮某的厝啊，三不路。啊，你店内敢有？这阮店内拢有啊。你稍等一下，我去采给你啦。多谢啦。头家，今天就无闲啊。我临工，新闻来拜访你。